大家好，我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小米的智能家居。来，当我们门打开以后，大家进来看一下。我们的电视已经打开了，扫地机器人也在开始工作了，空调也开始了，所有相关的这些家电都启动了。这个厨房呢，全部是我们小米生态链的作品，从油烟机到烤箱什么的。这么漂亮的厨具的话，其实你做饭都是美美的。这个书房是我们设计的一个极简风格的书房，其实这个房间不大，但是特别特别的温馨。来看看我们桌上摆的电脑，还有一个34寸的曲面显示器，上网玩游戏都特别特别的壮观。我再带大家去卧室看一眼啊。小爱同学启动起床模式。怎么样，方便吗？到了客厅，我们想看电视的话，我们首先做什么？小爱同学启动观影模式。这个时候灯熄灭，窗帘开始关上了，电视呢也已经打开了。